位同学请坐。我哋跟住再睇三辈往生第二十四。上辈往生章，大经解里面引用安乐集里面一段话：安乐集依净土论指出，凡欲发心会无上菩提者，先须远离三种，与菩提门相为法。这段非常重要，从这段文字我们认真反省，他讲的这三种我们有没有？如果有一条菩提心发不出来，你就知道原因在哪里。咁呢三条就是障碍菩提心，你唔将佢去除，你点能够发得出嚟呢？咁呢三条，第一，一者依智慧门，不求自乐，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。咁呢度里面就讲得好清楚啦，我心贪着自身，于一切法当中起心动念，用而家嘅话嚟讲，我嘅利益，我嘅利益唔能够舍弃，菩提心就发唔出嚟啦，佢就障碍菩提心。念念贪着自身，咁就係我哋常讲嘅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将自私自利摆喺第一度，先要考虑对我有冇好处，对我有冇利益。所以祖师大德在这里教我们，这些要远离了，要放下，起心动念能够为人地着想，那就是大菩提心，为自己着想错了，为我的道场着想亦都错了。甚至为我的国家着想都错了。现在最低限度起心动念要为整个世界着想，要为整个地球着想。现在由于资讯发达，交通方便，环绕地球一圈两日就做到了，
科学技术不断咁进步，而家快速嘅飞机已经研究成功，大型嘅客机将来环绕地球一圈，一日就做到啦。从美国飞到中国，听讲4个钟头。上昼过去，下昼就可以翻嚟。地球真的变成一个村了，地球上所有的居民和我们是街坊，息息相关，不像古时候那个时代，交通不方便，没有资讯，人民生活所谓老死不相往来，原因是交通不方便。古时候的朋友不远千里而来慰宾，千里从前是行路，要行10几日，半个月才能够到。现在千里飞机不用1个钟头，那就是古今处境不同，从前可以起心动念考虑我们这个城市，我们这个地区，我们这个国家，今日不得了，今日要考虑到全世界，整个地球，那算不算大呢？不算大。在大乘教里面，这种是人天法，心量大的，他所思考的是遍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，那是菩萨了。我们真的比不上他了。谚语所谓量大福大，佛菩萨的福比我们大。为什么呢？他起心动念是遍法界、虚空界，我们现在起心动念到整个世界、整个地球，不错了。所以我心贪着自身，那是迷惑的根本。六道众生哪个不贪着自身呢？所以他出不到六道。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我心贪着自身变现出来的。六道不是真的，这种念头没了，六道就没了。所以祖师在这里教导我们，依智慧门，不求自乐。中国古圣先贤在礼记里教我们曲礼，礼记的第一篇，安安而能迁，
就是这样的意思。两个安就是你身安心亦安，身心都安稳。即是说你自己的生活过得好幸福好快乐，但是众生有苦难需要你帮助，这个时候你应该舍弃你幸福安乐的生活去为苦难众生服务。各位想下，是不是这一句呢？人真肯这样做是智慧，不肯这样做是贪欲。贪欲好重，他怎肯舍弃自己的幸福快乐去同人哋受苦难呢？冇可能的。点解有智慧嘅人能够做到呢？有智慧嘅人知道自他不二啦。成个宇宙系一体，智慧开咗佢就明了啦，佢就见到啦。所以大乘教里面常讲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。咁系咩呢？一法身就系一体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同自己系一体。咁使唔使照顾呢？当然要照顾啦。众生有难就是自己有难。众生快乐先是自己快乐。自己快乐众生不快乐。有智慧的人，有慈悲心的人绝对不能够忍受。不用人来请，自动就去了。那就是教里面所讲的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。众生有苦难，佛菩萨自自然然就会到那里应身去了。应以什么身得道，就现什么身。应该跟他讲什么法，就讲什么法。我们要明了佛法的纲领，佛法总的原则。佛没有定法，今日朝早有同学传话俾我，北京嗰边同学拍电视剧佛教里头嘅古仔，问我应该用点样嘅服装，用乜嘢嘅颜色。我就教他原则，法没有一定的形象，没有一定的仪式，亦没有一定的法可讲。法说法依据什么呢？依据现前众生的需要。所以佛在经上将法比做药，众生是有病的人，你看他生什么病，你就比什么药他，药到病除。
这种教化的效果就圆满了。边有定法的？你一定要了解现前社会大众他们喜欢些什么，他们喜爱欢喜里面你要有能力辨别邪正。避免邪法。弘扬正法。正法是他喜欢的，他就很乐意接受。要懂得这些道理，佛的衣着要端庄，要大方，人人看到能够喜爱，无定法。所以大家可以研究，可以参考，多征求大家的意见，综合大家的看法，再做出决定，就避免过失了。而家成个社会动乱，我哋要做出安定，呢种就系对治。世间人都自私自利，贪着自身嘅利益，咁我哋点做呢？我哋要反其道，做出无私无我。一切心行都系纯粹为利益众生。事情做好咗，做圆满咗，功成身退。名闻利养啲咁多都唔染，做出榜样嚟俾人睇，叫人去反省，叫人觉悟，讲冇用嘅，讲嘅话好听，你能够做到咩？我做唔到，你亦做唔到。我哋必须要做出嚟俾人睇，咁系有智慧，咁系觉悟嘅人，佢先会做呢种事情。呢种事情喺现在社会人叫做傻事，有智慧嘅人傻人，傻人做傻事，傻人有傻福，佢哋唔傻。话我哋好傻，我哋甘心做傻人，佢唔知道傻人快乐啦。方东里先生所讲嘅人生最高嘅享受，佢如果唔系高人，点懂得最高嘅享受呢？契入佛法之后，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，心是定的。六根接触这个花花世界，依然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你就入了金刚般若的境界。你所依的都
当然是智慧门。不求自乐，这个乐是贪欲爱欲。世间人讲的牺牲奉献，大公无私，这里面有真乐。绝对不是世间自私自利的乐能够相比的，冇得比的。真正的乐是佛菩萨有，凡夫享受那种乐，五欲六尘的乐。你如果智慧开了，细心一观察，他们这种小乐付出多少的代价呢？没办法计算的。得不偿失，觉悟的人，我们现在讲做出一切牺牲奉献，小事一件，他所得的那种乐，一般人怎么想都想不到的。真乐佛家讲的发起充满，常生欢喜心，不是苦差事。苦差事是谁去做呢？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教化一切苦难众生，大乐的事啊！你才晓得诸佛菩萨应化在十法界大乐啊！第二呢，依慈悲门，拔一切众生苦，远离无安众生心故。这些是我们凡夫的大毛病，就是有无安众生心。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众生的安乐，只想到自己的安乐，没有想到众生的安乐。各位如果懂得这些意思，人要知道众生的安乐，你还能够做伤害众生的事情吗？自然就不会做了。念念都要为众生安全、幸福、快乐去着想，我要点去帮助他。众生得到安乐，我们就发起充满。不用众生回报的，如果有要众生回报的意念，还是轮回心。为什么呢？前面讲的自私自利还是未放下，真正放下自私自利，哪有回报的念头的？佛教导我们将我们每日所收集的功德都写去，
都放下，布施俾一切众生。佛家嘅术语叫回向，回向就系咁嘅意思，唔居功，我有功德，我有福报，唔好自己享，施舍俾一切众生，等大家去享。咁就啱啦。人头一个要学无我无私，呢啲系第一个要学嘅。但系世间人呢，佢害怕，我通通都舍去咗，我嘅生活点至好呢？真发生过呢种事情，我哋咁多年嚟喺讲堂度时时教人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教呢啲啦。大陆上有同修，佢真嘅咁做，屋企都唔要啦，份工亦辞咗唔要啦，通通都放下啦。唔到一个月，写信俾我，法师啊，而家我一无所有，我嘅生活连食饭都成问题啦，而家点好呢？咁就系日日喺度听，冇听懂，将意思回错晒啦。好似前面我哋一开始开头舍家弃肉，你真嘅将佢舍弃，你以为你成就了咩？你未成就，点解呢？冇舍，舍唔系叫你舍事，系叫你舍嗰个念头。你念头冇舍，你心上冇放下，唔系叫你事上放下。事上放下，释迦牟尼佛真嘅喺事上放下，佢又何必讲经说法49年咁辛苦呢？放下啦，做嗰啲嘢做咩呢？可见得佢系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，通通舍去咗，积极咁为众生服务。为众生服务嘅项目好多，无量嘅项目里面最重要嘅项目，点样教众生觉悟？所以佢选择嘅系教学。一生从事教育工作，呢种教育是而家所讲的社会教育。如果用现代人的观念同释迦牟尼佛定位，释迦牟尼佛他一生所作所为，在这个社会上他是个什么地位呢？现代人来讲，他是一位社会教育家，这一点大家都肯定的。一生从事教学工作，精进不懈，他没有放假的日子。在经典上我们看到每日教学是依时，依时讲经，依时印度的依时就是我们现在的8个钟头。印度人将一昼夜
分成六时，日头三时，夜晚三时，所以佢嘅一时系而家嘅四个钟头，每日同大家上堂八个钟头。世界上到边度去揾咁好嘅老师呢？四十九年冇一日休息过嘅，呢种敬业嘅精神、积极嘅精神，去边度揾啊？佛教我哋精进，佢真系做到啦。呢啲系我哋应当要学习嘅。做出究竟圆满嘅奉献，冇的咁多自私自利。众生觉悟咗，心就安啦。迷嘅时候唔安，身心唔安，每日提心吊胆，患得患失，唔知道事实真相，生活喺忧虑疑惑里面，佢点会唔苦呢？佢身心点能够安稳呢？尤其是生活喺现前呢个动乱嘅社会，如果将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心就安啦。好似禅宗二祖为何见达摩祖师？祖师问佢：你有乜嘢事情到呢度嚟呢？佢话：我心唔安，请大师同我安心。达摩祖师就同佢讲：你将心攞嚟，我同你安。呢种系教学。呢句话提示佢，等佢回光返照。心喺边度？毕竟佢系一个修行人，喺将悟未悟嗰个关头上面，达摩祖师咁一点，佢回光返照，话我觅心了不可得。你叫我攞心，我回头諗下心喺边度呢？搵唔到。楞严经上唔喺内唔喺外唔喺中间。释迦牟尼佛对阿难七次正心了不可得。达摩祖师话：语语安心境，我将你心安好啦。喺呢一句话当中，佢就悟过嚟啦，醒悟过嚟啦。所以要想安众生心，一定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帮众生破迷开悟，首先你自己要破迷开悟。你自己唔能够破迷开悟，你点能够帮人哋破迷开悟呢？你自己冇得到发起，你点能够帮助人哋呢？冇安众生心，换句话嚟讲，就系冇照顾人哋嘅念头。或者是对社会大众
漠不关心，就是这句话了。无安众生心，那是凡夫，那不是菩萨。菩萨念念不舍众生，我们学佛就学这些了。今年四月，中国举行一个佛教世界论坛，主题就是讲这些事情。心静则国土静，心安则众生安，心平则天下平。主题啊，这个主题啱啱就是我们这段经文。净土论里头的一段经文。所以首先我们自己心要安，你如果想心安，你一定要觉悟，你不觉悟你不会安。觉悟之后你为什么会安呢？你不受外面境界影响，你就安了。你还会受外境影响，金刚经常讲的爱，你仲取相内，你会动心，你点能讲安呢？爱有分别，内有执着，你心就唔会安啦。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咁心就安啦。藕益大师喺《灵峰中论》里面讲得好啊。他说敬缘没有好丑，好丑在于心。这句话说得重要啊。境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。换句话来说，环境没有好坏，人事无善恶，好坏善恶都是你自己的反应。你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，你如果用清净心去反应，心就安了，心就清净了。你如果用贪嗔痴慢，用是非人我来反应，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都不善。所以说敬缘没有好丑，好丑确实生于自己的心念头。我用善念定是用恶念？日常生活中我用善行定是用恶行？修行就是修这些、啊、就在这个地方到见功夫了。
弟子规上有啊，道人善即是善，让人恶即是恶。外面嘅人有冇善恶呢？冇。善恶系你自己起心动念。你自己唔起心唔动念，外面境界冇善恶，冇是非，冇对立。呢啲道理唔可以唔懂啦。真正修行人睇到人哋善，立刻就知道要向佢学习。睇到人哋唔善，绝对唔会去宣扬，一定是自己调转头来反省，我有冇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所以孔子话：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三人是自己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。都是我的老师，善人教我学善，恶人教我反省，教我改过，善人恶人都是我的老师，他心目中是平等的，平等地恭敬，平等地对待，平等咁奉事，呢、这个人善学，呢、这个人将来能成就，佢能够开悟，佢能够正果，会学，坛经上能大师教我哋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佢同人哋常讲，佢系常见自己过，唔见人哋过。都系教导我哋点样修学。我哋学咗咁多年，连呢一啲都唔懂，咁叫白学啦。有人嚟我面前话俾我听，某人某人毁谤你呀、啊、侮辱你呀、啊、我一定制止佢。绝对唔俾佢讲落去，点解呢？讲人过即系过，佢喺我面前造孽，你话佢几可怜呢？你喺我面前讲呢啲话，用意喺边度呢？系咪十恶业里面嘅两舌恶口呢？你喺呢度做呢种业，你嘅用意系咪挑起我哋双方嘅对立冲突呢？而家我哋要化解冲突，要促进安定和平，你仲喺度制造冲突。你唔系善人，
你在这里制造对立，制造冲突，这种罪很重的。凡是存这种心做这种事情，我今日来看到我们的念佛堂上面将地狱变相图挂了上去了。那部是拔舌地狱。你怎会去做这种事情的？就算听到了，就算见到了，不单止口不能够讲，心里头都不能够有，你才是个善人。你如果真正做好事，希望人都能够和睦相处，不要制造对立，不要制造矛盾，凡是制造这些东西的，通通是三途的业因，怎可以做这种事情呢？我是无所谓的，你怎跟我说，我绝对不会嬲那个人。我听到笑话，我多谢。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。为什么感谢他呢？他如果真的是毁谤造谣生事，他烧我的业障。我这一生没有做坏事，过去生生世世一定做了不少。业障点烧呢？无根的谣言烧业障烧得最多。那我为什么不接受呢？欢喜接受，而且对他生感恩的心。我每日做功课一定回向给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对我的毁谤他做了业，但是我没有怨恨，没有报复，帮助我提升。这点要懂得了，帮助我提升，他对我就有恩了。我知恩报恩，会减轻他的罪业。就算堕地狱，他堕地狱受苦少，堕地狱时间短。如果我有怨恨心，有报复心，那事情就麻烦了。这样冤冤相报，未完未了，那就错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忍辱波罗蜜一定要学忍辱先人，一定要肯定人性本善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我们的心就平了。他为什么会毁谤，会造谣生事，那是误会。误会不应该放在心里。如果时时跟我接触，他就了解。他就不会做这些错事了。人同人要直接地来往，要直接地沟通，先能够将所有一切的误会化解。这样啊，自己心安，众生心亦安。我们现在做的是化解冲突，是恢复安定和平，这种功德大了。不能够制造纠纷，不可以制造对立，你在我面前讲无所谓，我有这么多年的功夫不起效果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一句善言，一句恶言，影响
都是骗法界虚空界。你真正懂得因果，你就会收敛了。你仲咁做，系你唔单止圣言所讲嘅教诲你唔懂，理论你唔懂，连因果你亦唔相信，你先咁做呢种重罪。第三，依方便门，怜悯一切众生心，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故，是名远离三种菩提门相违法。呢段亦非常重要。你做好事，人哋误会你；你供养佢，佢唔供养你。你对佢好，佢对你恶；你对佢恭敬，佢对你轻视，咁点好呢？通通都能够要承受。我对佢恭敬应该嘅，佢对我唔恭敬亦系应该嘅。点解呢？我哋两个人认知唔同，我肯定佢本性本善，我肯定佢有佛性，我点能够唔恭敬佢呢？佢唔懂呢啲道理，佢睇我係个恶人，唔係个善人。点解呢？佢一生当中未见过善人，所以佢对每个人佢都怀疑，唔相信你係善人。你话你系善人，攞证据嚟。你攞唔出证据，佢唔相信你。所以要忍受，欺负我要忍受，呃我要忍受，虾我害我都要忍受。忍受几年之后，那个人就会觉悟，这个人我过去冤枉他，他从来没有怨恨过，他是好人。要时间啊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你一生都不改变，到他临命终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人听某某人是好人。他会觉悟，没有说不会觉悟的。这些道理我们要懂啊，不能够因为这些事情而退心。所以祖师教我们远离恭敬，就是人地不恭敬，我们知道是应该的，人地不供养亦是应该的。如果是求人地，你恭敬我，我就对你好；你供养我，我对你好；不恭敬不供养，我就将你踢埋一边，那是错误的。那菩提心怎么发得起来呢？菩提心，我恭敬你，不希求你恭敬我；我供养你，我不求你回报。菩提心先发得起来。所以这三种远离，远离我心贪着自身，远离无安众生心，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，这三种必须远离。亦即是我们在讲经讲籍当中时时讲的，我们要放下对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，对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，对一切人事物对立的念头，绝对要放弃。真正将这三件事情做到了，菩提心的障碍没有了，
唔单止人哋唔恭敬唔供养我，我会恭敬供养佢。佢就算害我，想尽办法伤害我，我对佢仲系恭敬供养，绝对冇差别。佢有困难嘅时候，我会全心全力去帮助佢，咁叫发菩提心。唔系相对嘅，只有付出而唔求回报，咁就啱啦。跟住再睇注解下面，仲系引用《安乐集》里面嘅一段话。安乐集俗云：菩萨远离如是三种菩提门，相为法，即得三种详碎菩提门法。呢啲话讲得好清楚，好明白。如果你唔能够将障碍菩提门呢三法舍弃咗，你就冇办法发菩提心。咁呢三法，第一个要放下我心贪着自身，第二要放下无安众生心，无安众生心就是对一切众生漠不关心，这样不可以。时时刻刻刻关心众生的苦难，尽心尽力地去帮助他。力量达不到的时候，要有心，要有愿。心愿不能够没有，自己有多少能力就能够尽多少能力，善巧方便，实在是没有这种缘分，应当日日将自己所收集的功德真诚地回向，祝福大众。第三个呢，绝对要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。我们对人地要恭敬供养，普贤行愿，你看第一个，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我们要做，但是不能够求人地对我们恭敬，对我供养，这种念头是绝对错误的。三昧戒里面，不足持生障，生障就是金钱，现在讲的金钱，为什么要立这条戒呢？舍贪，恭敬供养，恭敬增长傲慢，供养增长贪欲，不是好事来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了，在这里起一间道场，道场是长住，所有一切供养通通归长住，
位给我的供养，我睇都唔睇，全部交俾长住。长住唔单止接受呢啲供养，喺呢度办道，而且仲要周济全世界苦难众生。我哋所做嘅偏重喺教育度，因为一般嗰啲生活上嘅苦难，慈济功德会做得好多，有人去做啦，所以我哋依一啲咁多供养多余落嚟嘅，我哋帮助教育喺呢度上面，我哋交得多。最近有同学同我联系，伦敦大学去年我去访问过，他们希望设立一个大乘佛学课程，但是学校没有经费，希望我在学校里设立一个基金会，用这个基金会来帮助他们聘请老师。这种是好事情。老师的条件要符合大学标准，就是要有博士学位。当然这个博士学位能够有大成博士学位，那是最好的。所以我读到印光大师的开示，上次和各位在一起学习两个钟头，我有好深的感慨。佛教如果能够恢复到隋唐盛世，没有教育不得的。从前出家人都要经过考试的，不是随便都能够出家，而且考试最后那一关是皇帝来面试，最后一关。为什么呢？道牒就是文凭，考试合格的文凭是皇帝发的，皇帝要睇下你呢个人够唔够资格做我嘅老师，因为出家人系天人师，佢如果同意啦，你确实可以做我嘅老师，代替我教化百姓，佢呢张文凭先俾你。所以那个时候出家人的素质很高，帝王恭敬，帝王恭敬供养下面那些文武百官，哪个这么怠慢呢？考试制度是清朝顺治皇帝废止的，传说顺治出了家，大概他是为他自己着想，因为他出家没有道牒，那不行的，那是犯法的，所以他将道牒废弃了，他可以出家了。在当时是有利，但是200年之后佛法出家人的素质一落千丈，流弊太大了，
所以印祖在文抄道好几次对这件事情严厉地批评。这种事情怎么挽救法呢？这些方法我亦想了好久，大概在三四十年前我就想到一个办法，希望国家办一所宗教大学，国立宗教大学，每个宗教设一个院，佛教有佛学院，基督教有基督学院，回教有伊斯兰学院，每个宗教设一个学院，这样将来宗教可以大团结，所有宗教都是一个学校毕业的，就是学系不同。咁佛学院里面，佛教在中国有十个宗派，就是十个学系。华严学系、天台学系、净土学系、禅学系，不是宗教大学毕业的，没有这种文凭，他就不能够取得传教师的资格。传教师的资格相当于大学教授，这样素质就提升了。想是想了几十年了，到现在还不能够落实。在我来想呢，法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想事成，想耐了或者缘就成熟了，现在看来这个缘是有些成熟的迹象了，所以我要向关系比较好的印尼政府、马来西亚政府，这些关系比较好的国家领导人，我们都见过面，我向他提建议，希望他们先办国家的宗教大学，招生不限于自己的国家，对全世界招生，要认真地来互相学习。所以他们如果要做，我们会全心全力赞助。那比在一般大学里面开大学课程殊胜太多了。在澳洲我们曾经赞助，现在还一直在这里赞助，雪梨大学开的是佛教的课程，亦是学校没有经费，我们每年送他一笔经费，等他聘请老师，那已经做了几年了，现在年年还在延续着。所以我们在教育方面呢做了不少的事情，都是对大学做宗教世界和平的那些课程，好像昆士兰大学它有和平学院，我们亦全心赞助它。格兰菲斯大学有多元文化中心，团结宗教的，所有宗教都可以在这个中心活动，化解宗教和宗教之间的误会，好事情啊。所以这个恭敬
学其他宗教里面所讲的荣耀归上帝，荣耀归主，我哋亦应该系所有一切恭敬归佛陀、归祖师大德，呢种用心就好啦。所有一切供养俾常住，自己冇必要啦。一切归常住，我哋嘅心就清净啦。呢度讲障碍菩提心嘅三个因素，我哋就消除咗啦。菩提心先能够现前。除咗之后呢，亦就係我头先所讲嘅，我哋对于一切人事物控制嘅念头冇，占有嘅念头冇，支配嘅念头冇，对立嘅念头亦冇。你话呢个心几清净、几自在呢？你先有发起充满，你先会得常生欢喜心，你先欢喜得嚟。如果唔系咁，你冇办法欢喜。总要知道放下。我呢种方法同各位讲，张家大师教我嘅。嗰个时候我26岁，我学佛第一次见出家人就是见张家大师。以前同出家人冇来往嘅，头一个系见佢。我向佢请教，佢教我看得破，放得下。我问佢，我话我知道佛法嘅殊胜，呢啲系方东美先生教我嘅，知道呢种殊胜，有乜嘢办法令我能够好快咁契入？我提出呢个问题，佢老人家沉默咗有半个钟头，佢双眼望住我，一句话都唔讲。半个钟头之后，几乎我哋都喺定中。呢种教学法好特殊，真嘅令你一念唔生。呢、这个时候将话讲俾你听，你一世唔会忘记，你会信受奉行。一个问题提出嚟，睇我半个钟头，我亦睇佢半个钟头，我喺度等等佢嘅教诲。等咗半个钟头先讲咗一个字，有。我听到呢个有，耳仔都竖起嚟，专心咁听。佢老人家讲话好慢，讲咗个有字，大概又停咗几分钟，唔长，两三分钟，讲咗6个字。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呢种教学，我哋就晓得人哋真嘅系有学问，真嘅系有道德。佢唔用佛学嘅术语，佢用我哋一般嘅言语，我懂啊。用佛学嘅术语，我唔懂啊。呢两句话乜嘢意思呢？就系止观，就系禅。睇得破是观，放得下是止。禅的意思呢是静虑，
善拿是梵语，从印度梵文翻过来的，意思是静虑，放得下是静，看得破是累，所以他不用佛学的术语，他用我们普通的言语，我一听就懂了。如果用善拿，用止观，那我就搞不清楚，会将我搞得蒙查查。那就是真正有学问的地方，他有善巧方便。我听到之后，我说这些我能够懂得，从哪里落手呢？这一点是我要问的，从哪里落手呢？看破放下，大概停了三四分钟，告诉我听布施。我们在一起坐了两个钟头，没有说几句话，印象非常深刻，一生受用不尽。我辞别他老人家的时候，他好慈悲，送我到门口，就是台北青田街八号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每个星期都会向他老人家请教。我跟他三年，佛学的基础都是他老人家奠定的。送我到门口，拍下我的膊头，告诉我听，我今天教你六个字，你好好地去做六年。我真听话，真照做。学布施，以前好孤寒，以后就变成好大方。以后他告诉我听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我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，他教我真是改造命运。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。这些我真的学到了。我做了55年了，大师圆寂到现在是49年，明年是50年，明年我要跟他做个纪念。他和韩馆长往生的日期接近，差一日。大师是3月4号，韩馆长是3月5号，可以一起做。明年是大师往生50周年，韩馆长往生10周年。我这50年的修学回向给大师，路是他指点的，我佛学的基础是在他老人家麾下三年奠定的。所以老师对我们修学成就是关键，尤其是第一个老师，先入为主，印象最深刻。能够远离上面这三种，就得三种随顺菩提门法，得三种。何等为三？一者无染清净心，不为自身求诸乐故，他下面说菩提是无染清净处，若为自身求乐，
即为菩提门。是故无染清净心，是信菩提门。染是染污，同学一定要知道，你如果是真正发菩提心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这一生绝对上品上生。上品上生这一段文就太重要了，绝对不是境缘所染，顺境里面绝对没有贪恋，顺境喜欢你已经被喜欢染污了，逆境里面我讨厌我被讨厌染污了。各位要晓得七情五欲是染污，所以七情五欲要离开了，在境缘里面随缘，样样都喜欢，逆境欢喜，逆境帮助我，考验我，我还有没有沉迷。所以贪嗔痴要断，这三毒烦恼就是境缘上断，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，顺境无贪爱，贪断咗啦，痴断除啦，逆境里面无嗔迷，嗔断咗啦，痴亦断除咗，唔系都系好环境咩？边有唔好环境噶？所以修行人冇唔好嘅地方。如果你仲有选择，你就有分别，就有执着，错啦。真正修行人是一切众生的需要，那是你有定有慧，你就要行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自己定位不够，那就是一门深入，长时分修，不能够周围地走，不能够随便接触境缘，因为你没有定没有慧，你一接触你的心会跟着外面境界转，那就惨了。所以定慧没有成就，我们现在讲禁不住考验，那你最好是住山。对于初学，古人限制好严，所以都是结界安居。你看远公大师在庐州起第一间莲舍东林念佛堂，志同道合的同学123个人，他们住在山上修行，以苦溪为界，旁边有条小的溪，这条溪仔叫苦溪，不越过界线，心是定的。我现在在汤池办学办文化中心，我招的学生第一个条件十年不能够离开汤池镇，汤池镇就是我们的界线。你如果想到我这里来学习，十年不可以离开，逢年过节屋企有大事都不可以，你的家亲眷属可以到中心来看你，我会接待，但是你不能够回去，头一个条件成了然后先可以谈。你如果说十年当中我做不到，你就不能够参加这个学习。所以对初学要培养他的定位，界定位，周围地走，界定位就没有了，
界定为成就了，你先有资格参学。善财童子五十三餐边度都可以去，咁系乜嘢呢？你唔会被污染。逆顺境界，自己能够做得到主，咁至可以啦。自己做唔到主，唔可以啦。顺境生贪爱，逆境生嗔恚，咁仲得嘅？你日日增长贪嗔痴，你唔系增长界定慧，咁唔容易啦。真正想喺呢一生成就，尤其是系想往生，我要上品上生。咁你如果唔懂呢啲道理，点得呢？所以我时时勉励同学，我用十六个字，呢十六个字你都放下啦，你先能够入佛门。否则嘅话，你不得其门而入。呢十六个字就系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。呢十六个字要放下，一个都唔能够有。我哋先能够取上品上生。咁呢啲利益就太大啦。所以小嘅利益放下，得大利益。呢啲小利益放下喺现前，未到极乐世界去嘅时候，你常生欢喜心，就系、是、孔夫子所讲嘅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温，不亦君子乎？呢一节三句经文，你先真正体会到，你冇呢种境界，你日日念嗰种境界体会唔到。你将呢十六个字放下，孔夫子呢三句经文，你通通明白咗。真嘅叫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所以第一个系无染清净心现前，真嘅系心净则国土净。唔单止西方极乐世界依净庄严，我哋以功德回向，现前嘅国土清净啦，天下大乱，我唔乱。而家讲地球污染、环境污染、人心污染，我心清净，我唔污染，我睇呢个环境冇污染，都系清净嘅。清净心睇世界，世界系清净嘅。污染是什么呢？污染是一层浮云。现在有一些云雾盖住了。但是你有清净眼，清净心就是清净眼，清净眼可以看透迷雾。好似嗰啲云雾，佢可以睇透；好似飞机上嘅雷达，再浓嘅云雾，佢亦能够睇得清楚。清净眼能够睇穿云雾，心净，此土清净，
中锋禅师喺三时系念度讲得好啊，净土即此方。极乐同娑婆是一不是二，弥陀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弥陀，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。我们居住这个地方是不是唯心净土呢？是的，你有清净心你就见到这个地方的净土，你没有清净心你见不到了。所以一切法从心上生，一啲都冇错。我哋可以将佛喺经上呢句话证明啦。同样嘅道理，心安则国土安，心平则国土平。心静众生清静，心安众生安，心平众生平。楞严经上讲，若能转物则同如来。乜嘢人能够转物呢？初住菩萨。原教初住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明心见性，明的是什么心？见的是什么性？清净心，平等心，大觉心。心就是性，心性不二。我们这一生能不能够做到呢？善导大师讲的，总在遇缘不同。换句话来讲，你遇到的缘殊性，你这一生可以做到。四土三辈九品，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？总在遇缘不同。这句话讲得太好了，真的是将这些事实真相一语道破。我学佛比人哋幸运一些，就是遇到的缘好。将佛法介绍给我的是方东美先生。第一个指导我的是张家大师，三年。第二个指导我的张家大师圆寂，我先亲近你老师，跟你老师十年。所以我接受佛陀教学13年，但是这13年前面3年重要跟啊，基础的教学是张家大师指导的，这些就是同盟养正，非常重要。而老师的身教令我们一生印象最深刻的身教，你仔细来看他张相，就同人一样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那是我
我哋一生冇见到第二个嘅，都喺定中，乜嘢都慢，讲话亦慢，动作亦慢，行路亦慢。我哋喺经教里面念嘅那骑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如果用呢十个字嚟赞叹张家大师，完全符合。佢确确实实系喺定中，言语少，嗰个力量非常非常重，每个字都好似千斤之力，感人好深。第二个是安清净心，为拔一切众生苦故，菩提安稳一切众生清净处，若不作心，作心就是发心，拔一切众生离生死苦，即便为菩提。是故拔一切众生苦，是信菩提门。咁众生有苦，你使唔使帮助佢？点帮助法？众生嘅苦系喺迷嚟嘅，苦乐系果，因系觉迷。你要拔苦，你要将苦嘅因令佢离开，所以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咁用乜嘢方法呢？教学。释迦牟尼佛一生做嘅就係我哋嘅榜样，係我哋嘅模范，绝对不辞辛劳。你睇当时冇交通工具行路，佢老人家嘅足迹遍五印度，印度五个区，北印度、东印度、南印度、西印度、中印度，通通行过晒。学生同佢一齐长随众，我哋喺经上睇到1255人，咁大嘅一个团体，并唔系固定喺一个地方，边个地方有邀请就欢欢喜喜到嗰个地方去。世尊一生冇起道场，僧团里面所提倡嘅系树下一宿，日中一食。我哋要谂下佛陀在世当年僧团嗰个形象，我哋向善嘅心自然就生起嚟啦。惭愧忏悔亦油然而生。我哋今日过嘅系乜嘢日子？佢哋过嘅系点样嘅日子？呢度讲物质生活，但系精神上，佢哋每日发起充满快乐无比。我哋苦不堪言，迷惑颠倒，造业受报。佛菩萨唔怪我哋，知道我哋造业受报，佢会点头，应该㗎，迷吗？
慢慢咁等你回头。回头到咩时候呢？或者是千年，或者是万年，或者是无量劫之后，佛有耐心，佢能够等你。生生世世同你做生相缘，边一世你觉悟啦，边一世你就成就啦。我哋今日在座嘅同学，每个人都有深厚嘅善根，你冇深厚嘅善根，你点会行到呢度嚟呢？你到呢个地方嚟，嚟听两个钟头经，嗰个善根就唔得了啦。如果你一生当中你豁然开悟，你一生就成就，再亦唔搞六道轮回，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去做佛做菩萨啦。西方极乐世界仲有一个非常非常殊胜微妙嘅现象，到嗰度去咗之后，只要见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，你就可以到十方世界去接引众生。点解呢？佛力一加持，你的清净心现前，在十法界里头你不会染污，人天你不会生贪恋，三途你不会生嗔愧。换句话来讲，虽然你烦恼习气未断尽，你的智慧德能和法身菩萨几乎没有两样，这些就是净土的殊胜，这些就是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称赞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为什么诸佛对阿弥陀佛这么赞叹？道理就在这里了。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学生做不到，阿弥陀佛的学生能够做到，那是不可思议的。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实在不容易，过去生中没有同净土同阿弥陀佛结好深的缘分，遇不到的。而家你睇呢个世界上学佛嘅人好多，学净土嘅人唔多。学净土嘅人好多，真正明白净土嘅人唔多。明白啦，心先发得出嚟。先知道贪恋世法，或者系讨厌世法，错误的，绝对错误。这种心行绝对造成往生的障碍。这一生这么好的机缘错过了，你说多可惜呢？古人讲的话没错，百千难劫难遭遇。乾隆时代彭济清居士，他是好架势的通宗通教的大德，他说这个法门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，你遇到了。天上人间他方世界菩萨罗汉想听这个法门都冇机会，都听唔到，被你碰到啦。你话你几幸运呢？几难得呢？呢一生当中呢啲先叫大事啦。其他嘅都系鸡毛蒜皮嘅小事一件。小事何必放喺心度呢？
你要将呢件大事放喺心度，呢一生当中绝对成就，帮助众生就是自己要好好咁修，要俾众生做一个好榜样，咁就真嘅帮助众生。众生将钱睇得好重，你将钱放低，咁就系启发佢，咁就系教导佢。你仔细观察众生而家不孝父母，你要做孝顺父母嘅样俾佢睇。现在人唔懂得尊师重道，我哋做出尊师重道嘅样俾佢睇。现在人忘恩负义，我哋纪念韩馆长系教育，知恩报恩。冇一样唔系教育，冇一样唔系喺安众生心度。众生将伦理道德忘记咗，我哋而家有一批人要将伦理道德做出嚟，做出个样嚟表演俾佢睇。众生将因果忘记咗，我哋要将因果报应亦做出嚟俾佢哋睇。呢啲都系为拔一切众生苦故而做嘅。真嘅从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一切行为冇一样唔系为众生。我哋呢个道场，一般道场是子孙庙，错误，咁是轮回心做轮回业，绝对出唔到轮回。我哋嘅道场是十方道场，唔是子孙庙，所以我哋起道场就同同学商量，任何人唔可以喺道场度收徒弟。你喺道场收徒弟，我恭喜你，你自己另外去起道场，唔可以喺呢度。这个地方是十方道场，我们做得如法，这个道场里面没有经忏佛事，只有念佛学教，三时系念是鬼神灵媒附身来要求他，因为他完全是正宗。中风的开始讲得太好了，名扬两利，所以我们这里有祖先纪念堂，我们这是供养祖先的，每个星期做一次三时系念，是供养祖先的，报祖宗恩，那不是迷信，报恩的。三时系念是报恩法会，不是一般寺庙里头做法会，所以我们这里立牌位不收钱的，唔似人哋排位仲有大细，仲有价码嘅，我哋呢度冇。一切如法，呢、这个道场嘅财源系十方供养嘅，我哋冇化缘，冇问人攞钱，仲要化缘问人攞钱，宁愿唔做。这一点要懂，学法绝对不能够给人家增加一点那么多麻烦，不能够给人家加一点压力，
我如果希望你捐钱，一个月捐几多，人哋就有压力。咁系乜嘢呢？唔系拔一切众生苦，咁系与一切众生苦。你好苦啦，我再加一啲苦俾你。你边度嚟嘅菩萨心呢？唔能够唔知道㗎。一切从本身做起。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哋修身为本，教学为先。我哋一生就做呢两句。要修身，身唔修点能够教？你自己冇做到，你教人，咁唔系日日喺度呃人咩？呃人，你嘅心就唔安啦，你嘅心就唔清净啦。所以我哋如果想心安理得，自己一定系依教奉行。今日时间到啦。